69一瓶，愿不愿意来过来回购的？好热，拍了一箱果泥，喝过其他产品需要排康康，必须的，拍一箱的直接联系我本人。哇，我真的很热，我快热死了，很奇怪吗？很奇怪，我就套起来，我里面还有衣服呢。我就没直播的时候，我在家就这么穿的，因为我真的很热，我形容不出来我有多热，知道吗？果泥是苹果味的，宝贝，妮妮是苹果味的啊。再上点，上不了了，就一百瓶，你能抢就抢，不能抢就没有了。上，哎，你给我拿个，要不我洗个脸吧？你给我拿下山羊奶洗面奶，我想洗个脸，我真的很热，我脸上都是油。等一下、你给我拿打一盆水来，我要洗个脸，冷水啊，别给我打温水，快点，就现在。我待产包准备好了吗？在我小黄车里面有的。我好热啊，姐妹们，我太热了，不行了，我要热死了，好热。Okay.好热好热好热，我要洗个脸了，不行了，太热了太热了太热了。你先给我拿一下可以不？哇，看到没，我脸上全是油。宁宝坚是长胖不少，我140斤了，我能不长胖多少？就四十单吗？就四十单。我洗个脸吧，我洗个脸用。嗯，对，要排康康的，怎么联系本人？你可以联系我们家客服，你说你买了一箱，怎么联系宁宝本人？然后客服会告诉你的，客服看了你的订单会告诉你的。哦，我到时候我要喝这个，喂下去，好热啊，姐妹们，不是130吗？对，我本来是130，就我这几天住院，然后打的那个促小孩子发育的针，它是很容易发胖的，但是这种胖医生说是虚胖。知道吗？医生说这种胖是虚胖，到时候可能很好瘦吧。这种胖真的一下子胖了7-8斤，我真的服掉了。医院的那个针很猛的，就促小孩子发育的。我希望屏幕前的你们这辈子都不要打这种针，很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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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以后还会再生吗？以后不生了，这个生完之后我就不会再生了。你让我再生完，我打死我都不生了，姐妹们，把我打打死我都不想生了。真的，你把我打打死我都不生了，把我打打死吧，打打死我都不生了，太痛苦了。我跟你们说哈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，就是前段时间呢，哎呦，我巴不得肚子小孩子赶快出来，哎呦，赶紧抛出来哦。然后现在真的你快生了，然后医生跟你说，哎呦，可能宝宝宝不到足月啊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跟你说这些东西，哎呦，你就很想宁愿他慢点在肚子里多待一会儿，你不要那么早出来，那么早出来小孩子很可怜的，是不是？女孩子真的很受罪，胖了很多啊，真的胖了很多。我自己都看出来我胖了很多很多了，啊，反正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我胖很多，这个是等会儿要给你们包的，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我胖很多。反正怎么说嘞，有些人很瘦但他生出来宝宝也很大只，但是我很胖，我也希望我宝宝生出来能大只一点，营养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反正到时候的话生完再减就好了，咱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对，足月出生的宝宝是最好的，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真的好胖啊，姐妹们，这样会不会很丑啊？很丑的话，我就换一个薄一点的衣服。但是我真的很热，我等会儿洗。你帮我拿个洗面奶来先。你再拿一下，就在你后面那个绿色瓶子后面。我不想动啊。我跨不跨来跨去麻烦。你可以往这儿揪的一下过去，也可以往那儿揪的一下过去。足月出生的宝宝最好，是的。你不能给我多拿几只啊，我给他们来个机智的，等会儿。好热，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人是我肚子的小孩子的爸爸。哼，我在医院都不陪我，姐妹们，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医院的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车吗？我当时本来是想打车的，但是当时的话太雨太大了，我又没找到雨伞，我从我家跑到那个小区门口我去打车，那我估计我整个头发全湿了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想了想，我还是拿了车钥匙自己跑到地下车库去开车了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，那医院门口又不让我停车，然后要停到很远，走过去我又湿了。现在多少斤？现在快140了，可能是打了那个针的原因就胖得很快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就我的脸都肿了，就脸都是肿的，就很一整个 emo， 很难受。
你跟我一样，你生你家第二个宝宝的时候120，没怀的时候98，我140了，快140了，宝贝，知道吧？我快140了，啥概念呢？这个是不是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718卖了吗？早卖了，姐妹儿。OK， 一号链接这个洗发水我给你们结束了啊，就这个。你们想有效果的去买3个月的量体验一下。如果说这个啥的姐妹们呢，你们可以先去买一瓶试试看。我平时69一瓶的，搞活动30一瓶，我给你们各位去体验一下。它用完之后，你的头发是真的会很多，知道吧？我的脸洗啥才白，脸还好，肩宽了很多，肉多了很多。你们看，就你突然胖的这个肉呢，它是很松很松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你们看这个肉很松的，这种松松的肉更好剪，那种紧紧的肉不好剪，这种松松的肉可能宝宝会很好剪，就真的完全是水肿，就可能真的是水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就胖很多哦。那你们看我的胸，我的胸本来是一点点，没都没的，那你看我现在可大了，控可能会好剪一点。控友，你的手镯还没拿下来吗？到时候不好拿。这个卡地亚的不需要拿的，我那个啊，真的很好呀。这卡地亚的不需要拿，到时候直接用螺丝这个旁边拧开就好了。是的，我的手镯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瘦的时候，这个手镯刚好戴到我纹身这，然后你们再看我现在，本来它是直接自动会滑落到这儿的，然后我现在就只能卡到这儿了。我的手臂胖了多少，看这个就知道了。水肿可能又是男孩，嗯。如果真的是当婆婆的命，那咱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软磨一个星期一天2到3次吧，一天1-2次，看你的那个痘痘的情况，懂吗，姐妹们？这个生姜洗发水都抢到了吧？到时候你们好用能不能给您保一个好评，姐妹们？好用能不能给您保一个好评啊？这个生姜洗发水的话，我们平时它是500毫升500ml的，姐妹们，平时的话是69块钱的，今天给你们个位数一瓶体验一下。超好用，你搭配上发膜巨好用啊！不管你是油性头发也好，还是散的头发也好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不管你是产后脱发掉发严重，还是那个啥也好，你用这个洗发水效果都很好。你们可以看别的主播直播间，人家洗生姜洗发水，你最便宜都要50-60块钱的，懂吧？水肿是，你也是婆婆的命，第一胎就是男孩，没事，不管当婆婆，不管是婆婆还是不管有没有丈母娘的命。顺其自然嘛，反正以后不生了，是不是？太痛苦了，生个宝宝。你看男的多好啊，男的一点都不痛苦，男的多开心啊，啊啊！你看男的多开心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男的多开心，多幸福啊！啊，人家刚出院，昨天晚上还要跟我上课，然后不跟他上课，他很猥琐，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半夜3更睡着，还要跟我上课。我那时候我也睡着了，我就是不跟他上课，他一定要跟我上课。这种思绪都要放在，是不是？姐妹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刚出院呢，我困都困死了，在睡觉，他要跟我上课，我睡得不舒服，我翻了个身，可能把他吵醒了。我本来是屁股对着他睡的，然后睡得太累了。可能那我误解，以为是你想跟我上课的呢。滚呐！我本来是右侧睡的，医生不是叫我左侧睡吗？然后呢，我左右侧睡得太累了，然后我翻个身，半夜3更迷迷糊糊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要给我上课，烦死我了，我都把他推开，姐妹们，推开、哦、你们不觉得男的很猥琐吧？是不是？呦来，你过来呀，你有本事过来露镜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他现在脸都红了，都害羞了，哎，猪嘞，本来就是啊，他还在害羞呢，姐妹们，他搁那害羞呢。你确定你推开了我？我没推开你啊。你过来好吧，你别躲到那悠的那搁那脸红好吧。那你那时候在吃什么？我那时候在喝水呀、啊，大哥。果你怎么喝？你到时候直接联系我们家客服就可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很猥琐的。然后他又搁那自习了。我预产期6月份，但是干嘛？但是绝对不可能6月份，他不过来，你过来呀！来了，我在抢东西。生姜洗发水的话，我再给你们几单啊，然后的话我就价格改回来了啊。生姜洗发水我再给你们几单，然后价格就改回来了，你们体验体验，好用了之后再来买，好吧？再给你们多少单生姜洗发水？你过来，他不过来，姐妹们。你还说？你过来呀！你过不过来？你害羞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害羞了？你说你过来呀！啊！
自喜又不丢人。你们说男的在他的老婆孕晚期自喜不丢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又不丢人。杆子呢？你害羞啥？在，刚刚被我拿哪里去了？我时光了。啊，是这个冰的。你过来，他不过来，他不好意思。你们看他都虚成这样了。你们干啥都虚成这样了，自己又不丢人，是不是？你要出去嫖娼，把你都割掉了，把你的割了，对吧？出去嫖娼总比自己在家一个人躺在床上自己好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如自己打，笑死我了！你也是六月份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那你们对象是怎么解决的？我都是让他自己自习的，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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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对象是怎么解决的，小妹们？哎呦，天哪，全是汗！为什么那么热？你把门开一下，我真的很热，我全身都是汗。我都冻死了。你们看，那虚的都冻死了，我都要热死了。洗发水没有库存，那你们不上课吗？咋上课？育晚期咋上课？上上上，把小孩子都上出来了。等一下，给你们再加几单，你们自己说。这个洗发水的话，你们洗洗看啊。效果挺好的，姐妹们知道吧？效果挺好的，然后它带有防脱特征，平时69一瓶的，我给你们个位数一瓶体验一下啊，给你们再加一点，一分钟无限拍，你能拍几单拍几单，好用到时候记得来回购。一分钟我结束了，我不卖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能就劳碌命，医生让我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医生说的很吓人的，让我不要走动，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不要走动哦。然后，但是我控制不住的，我今天还去山里了呢。我真的，我感觉我控制不住了，让我不要走动，我会疯掉的。但是我躺着会很累。孕中期上课吗？孕中期上课，给他买点枸杞喝喝，他要喝的呀。抢到的姐妹打抢到啊！这个给你们个位数体验，一分钟时间无限拍，拍完之后就没有了。好热。我那么热，我快热死了。他搁那儿数果泥呢，果泥把今天的发完，大概还有20多箱啊，20多箱，然后就要等六月份出货了呗。那我们这段时间都不卖果泥了啊。来，最后10秒钟时间，10987653000，干嘛？我私下来三张整箱果泥的单子播放。